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刺激敏感的地方，它这个地方是一个网友提供的地方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这边已经废弃了好几年的时间，网友跟我说这边的故事都是他掰的。没有啦没有啦，他说呢，这也是一样哦，他这边呢位于在马路的一个地段，但是他没有靠近马路很近，也没有很远，忽近忽远这样子啦。到底是近还是远，哥姐要你管哦。然后他每次下班，就是骑，也不是下班，就是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，因为这边是一个独立的，他附近都田啊，那这边废弃的房子就矗立在田中央，其实在一两百公尺看就是格外的显眼哦。可是我跟你们讲，他每次经过回教家的时候呢，很奇怪，他就看到二楼，很奇怪，二楼就有很多黑影走过去，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。为什么说二楼会有黑影很多很多飘来飘去呢？结果那个粉丝跟我说，小鸡不好意思，我有青光眼。你塞了啦，哥姐超威啦，青光眼去看医生啦，你别塞了，给我乱讲故事，你别塞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房子没有盖，那是我乱掰的啦，那没有故事啊。那其实哥姐和那个这栋房子，粉丝跟我说已经废弃了快二十年的时间。都没有人来打整理，没有来打扫，那为什么这栋房子会废弃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来整理呢？哥姐，到底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让人不敢进入而不敢踏入呢？今天晚上小鸡今天带现场的哥姐进入这个地方，没有人来探险过的地方，未知领域。故事怎么有时候听起来很像都下班的时候，因为那是你别乱掰的，没故事啊。稍微他哥现在有时候没故事，要随便掰一个开头带你们进入气氛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但是这网友提供的，他说废弃二十几年了，然后他希望小杰来看一下，因为他们想知道说里面长怎样，就很好奇啦。然后那个粉丝跟我讲说，他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感觉不寒而栗，感觉说里面好像有人在看他，这个是真的啦。然后他希望说小杰来，他也想说想请小杰来这边看一下，哎呀。那哥姐，再麻烦哥姐帮我分享一下情节。哥姐，你们映入眼帘的就是，你看，我不能开太亮的灯啊，在外面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外面啊，我靠，也受灾。然后这个地方好像是他家的马酒乐，什么叫马酒乐？马饮酒的吗？是马饮酒就快乐的吗？对吧？不是，有两杯。哦，这是洗衫机啦，靠腰！我跟他说我是马桶的，领导马桶菩萨，对吧？这个都没电的啦。啊，他们家的房子呢？很久，我记得很久很久没人来整理了。有多久？我看一下。真的呢，都没来整理呢。他都没有来这边整理哦。啊，照一下，之前要照顾小朵啊。靠腰嘞！你不来这边打扫，在这边给我喝米亚仔亏啦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无打扫，甲你边啉米亚仔亏啦，要三百嘞！这刀这起的啦，这起真要三百阿兄阿姊哦。他这边好像是他们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有球可以打。哎，靠腰怎么听不到？塞了了。可是以前我足球队，他这边已经废弃了。我这样看，应该是有二三十年。你看，他以前这个摄影像怕哪个？就你们那个年代的，对不对？韦氏牌呢？可是我跟你讲，以前哈、哦，先生的阿雅记啊，你们的妈妈哦，都是被你爸爸用这台爬到七大爷啦，人家三八的，你妈当时是住这边，你爸就住这边，对不对？结果你妈在后面震得半死，因为是铁的，那时候后面没避震器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看，其实你爸以为在你妈很威风，骑这台车有没有？你爸坐前面，你妈坐后面，对不对？其实你那时候，你爸在骑这台车的时候，在你妈的时候，你爸就说：“哦，就抢呀，哎呀，你没大赢啊，殊不知你妈一直在后面一直这样子，因为经过很多困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经过很多困难这样。”你吃卡慢嘞啦，你命啊嘞，就在苦啦，你干咩真冲冲冲的哟？
还好他没有中一个十倍球的东西，可见你们应该找我对象怎么办？在开玩笑，现在才七点呢，我要怎么进去？哦，可见拍谁哦，我都忘记要进去了。哇，他们家的锁也真高级，对不对？他们家锁就这样，这个是他们家锁。拍谁哦？我操！哎，我老妈来的，欢迎平娘。这不是伪饰牌吧？你赶紧别插小，你别塞了。我说他伪饰牌就伪饰牌，我说他是牛头牌也是牛头牌，对不对？哥姐不要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哥姐，我说那个机车是很久很久的历史，你还给我研究品牌吧？没钱就塞了，有了吗？哇，这好像有人来偷东西哎。哎，玻璃都被破坏成这样子。哎，真的有人来撬过啊，靠背啊。哎，有人来偷东西过，有人撬过哎。哇，这个门很傲娇哎，不给进哎。有人吗？哎，这有人吧？哇，都不给进哦。啊，哥姐，你看哦，你看哦。退一下，你看。哦，跟我早上六点一样，不是不错。对对，这不能进，怎么办？超灵灯，这玻璃也干，有点危险。不行啊，它上面有卡榫啊，超灵灯啊。哥姐在修车噻，算了，进不去就算了。好了，哥姐进不去就算了啦。感谢哥姐今天晚上有帮小鸡怪饭那边直播的哥姐，谢谢。我想从他侧门进好了，我觉得他进不去啊。他这个车门，拍谁啊？拍亚皮你啊？有人吗？最好每次都这样子，你看，哥姐，我问你们哦，这是小鸡探险第几次遇到救护车？哥姐，这是小鸡第几次遇到救护车？有探险有跟小鸡探险以来呢，有遇到救护车五次以上的哥姐，有遇到救护车五次以上探险的时候，五次以上，而且都是要准备进去或是遇到什么，在里面遇到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，有答有。好了，我进去了，不多说。靠腰，上回打雷锁住。等一下，这个我会开锁，之前老师有教过怎么开锁。这个我知道怎么开锁。哥姐，我教你们哦。但他锁住了，你看有人撬的痕迹，但他锁住了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因为之前小鸡探险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我查网络上有一个开锁达人有教人家就是怎么开锁，但是他教这个原因，就 YouTube 他教这个原因呢，是他怕人家锁在自己的家门外面，所以这个他教这个是善意，他不是鼓励大家偷东西。所以他那时候我看影片，他说开锁的时候他会这样子，首先你要先看一下孔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仔细看他的孔，哦，他的孔才那么长，哦，那你要开锁的话，他应该是要这样子吧。哎呦，我靠！哥姐真的开出来！开花都高高林，这招请教我啊！不好意思哦，我随便喇叭的，我随便讲讲，你随便听听啦、啊。你给我真的开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招那么有效，我以为刚刚那招只对我有效，不是？我说啊，那个啊。
哥就不要乱讲话啦，靠腰是别人房子也乱讲话，塞了。靠腰哥就别人房子别乱讲话，对不对？拍谁哦？拍影片而已。哇靠腰啊！哥姐，你看，这里之前应该有人找小偷。你知道他开那个锁，你知道吗？他开这个锁的时候，他开锁开太无聊，给我打牌呀吧！我操，他搁在门口直接打牌打起来嘞，对不对？拍谁哦？刚我狼来的，敌人来的，报告，有了吗？哦，这里面好闷哦，而且里面很臭哎，看里面有点臭，我关一下门哦。看里面好臭哦，看那个味道。等一下，我会怕呢，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靠北啊，有尸臭味，臭林呆啊！看那个味道直接扑鼻而来，我之前闻过这个味道，看我起鸡皮疙瘩。靠腰，没有，我讲真的，那个味道，搞我会怕呢，怎么办？真的，我起鸡皮疙瘩，你们看。有没有一滴一滴的？有没有？靠腰，我没有开玩笑，讲真的，这种是不能开玩笑的，这别人家呢，都是那个味道，就是小七之前在医院那个味道，但是这个里面比较重一点。我刚在外面完全没有闻到，因为它里面门窗都紧闭，我不能拍外观给你们看，不然我就拍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是我的阴影啊，干烦哦。我想一下，要不进我的阴影？哎呦，臭林呆呀，妈是吓死我了！他那个尸臭味呢，应该是老鼠的啦，我觉得应该是老鼠或别的动物的啦，很臭啊，那真的很臭。我刚原本在门口闻嘛，我不是说很臭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是老鼠的。结果我往前一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哇，干那个味道直接来，靠腰，应该是老鼠的吧？会不会是动物的？隔壁是动物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动物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老鼠的，应该是老鼠的。要进去拍吗？小心冒汗了，对啊，还没进去就冒汗了。决定要进去拍了，给姐姐刷一清。他帮你打开门，就是要让你进去啊。佳琪哥，刚刚打开门的不是他帮我打开的呢，还是我自己帮他打开的，还是我帮他打开的哦。哥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靠腰啊，那三八的，怎么可能？应该是老鼠的啦，我觉得应该是老鼠，因为那个味道。哦，干！哦，有了吗？臭味道！应该是老鼠的，我可以等好了，我会怕。有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拍影片而已。哦，拍谁？如果真的是有的话，我是来帮助你的哈，拍谁哦？
我这门打开好了，不然那个味道受不了。我靠！靠呀，这不是格姐的衣服吗？操你奶，这么怂的！不是我说。我不敢乱开玩笑呢，我靠腰嘞！看我的画面又在飘了，该躲了几下。不好意思哦，该有香哎，我靠！厨房怎么会有香？五了吗？潘家品娘哦，派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吗？拍谁拍谁哈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经过而已，路过而已。我想说，我是拍电视节目的，就是帮忙废墟房子拍一些留影存念，因为将来可能这边会拆，我就来拍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吗？如果你不欢迎我的话，你不要出声。如果你欢迎我的话，你不要出声，好不好？他没出声，是不是欢迎我？对了，他欢迎我了。无聊吗？我听铃声呢，可惜我听到打扰。拍摄有人不？哎呦，我操你大爷！团团圆圆噻，你很团圆。刚好没带，操你带。不好意思，我团团圆跟你借个口罩，因为刚好没带啊。而且，可惜我跟你讲哦，他们这次一之前有一个算是阿伯的房间，因为他衣服是阿伯啊。你知道他睡觉的时候他都喜欢干嘛吗？真的。因为刚刚我看到他的习惯，这算是蛮感人的。因为住在这边应该是一家之主，那这个阿伯呢，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他都帮忙在想办法要怎么分担这个家的家计。你看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他都是帮忙在铲给挖地，在不？对不对？他在睡觉的时候还在帮忙给挖土，他在想办法耕田呢。我操，边睡觉边耕田，对不对？根据有这种事发生吗？对不对？睡到一半会这样子有没有睡得好好的呢？我真是无聊起，无聊起是三二一，我要跟田专家里专家。
还你啊。靠腰那个铲子上的土，不请我吃土啊！我拍谁啊？贝，我知道月底了，抽林丹啊，别拍谁哦！我知道月底了，但是你不要这样子间接给我请我吃土，靠回答。虽然我常常吃土，但是阿北，你这个土好像蛮香的，这什么土？啊，化粪池的土，阿北要三八的。靠腰啊！而且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床，哎，有人挡过了痕迹，这会让阿北当，阿北是不是在上面？阿北是不是躺在上面？靠腰啊！感觉进这个房子就还好，没什么味道，外面的味道就比较重了。这是阿北的鸟啊，不知道不知道。哇，阿北的鸟是七彩的呢，该不会阿北的鸟是凤凰？会不会？哎呦，阿北就屌的呢，哇操，林丹这么帅的吗？他这边好像是他，还有东西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还有呢。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他们衣服都没收走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，让这个家人在一夜之间搬走这个家里，然后东西都没收走？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周围带了什么样的歌？这上面有橱柜，啊啊不，我换大的超灵丹呀，哥姐哥姐，我今天要发达。这有正面呢，该有密码的呢。这有密码的啊。哥姐，我还以为抽林丹。我有房子可以住了。哦，看外面那味道真的很重，是这个吗？铃铛声啊！可惜我们该听到是这个铃铛声啊。吴兰宝，哎呦，我操！回答。有了吗？那什么东西？可惜那里面什么？赵永丸，我以为他是那个呢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以为这个是线上哥姐要用的，不是，我是不用了。可是这里面什么？哎，哎，有人吗？里面有人吗？里面有人吗啦？我的地面有没有人啊？喂，你搞那边苦哪里呀？喂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啊？丛林丹他不讲话呢，他不知道我救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我救野小的吗？哎呦我操！他
靠腰啊，超级耶，这有人吗？哦，那箱子啊，靠背啊，下面是箱子啊，我刷起来，我想说有人躲在这边装神弄鬼，害我差点要上去揍啦，刷起来，我是有人呢、欸，哇，这就是他们的客厅啊，对啊，这是他们的客厅的，但有点，我觉得那个味道有点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我哎，我抽一张这我照片呢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要尊重他，要尊重他。他这应该是他们之前的客厅呐、啊。哎，这不是我送给民雄鬼屋那个大哥的手电筒吗？我抽回他不爱惜，放在这边，还是他也来探险？对对，他还给我改装改成有锁把的吧？我操！我上班的。我头开始晕了呢。而且你看这间房子呢，你看很多，其实你们看哦，很多家具它都没有带走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完完整整的，你不觉得很奇怪？它就是完完整整的体现出他们当时那时候住进来的样子，也是离开的样子。你看墙壁上挂满的他们家的回忆，都是照片，你看东西都没带走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们连东西都不带走，赶快离开这个房子，而这时间永远停留在7:32，对不对？我靠，这个大小超灵呆啊，哥姐，这个懂你喜欢的啦，超灵呆，不要开玩笑，哥姐这样子他妈会，我给他供给桃花妈妈，我给他进进房间，哎呦，我操你妈！靠腰，我听没听错？开始哟！哎，傻小啊！我操！哎，五郎吗？哎，刚刚我听到有人在移动的声音，我超灵呆，好像有人呢。半塔路上就有人呢，臭味大！哎，看我也听到了，看，我刚刚就是我刚被吓到，我听到阿公咳嗽的声音呢。对，天亮姐说的没错，我听到阿公咳嗽的声音呢。那不是监视器，那是电灯，那好像电灯，那好像给长辈做的，那不是监视器，那很像，那不是。我该先听到上面有移动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监视器啊，这不是监视器啊，那个不是监视器，那是灯啊，监视器不会长这样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该五郎吗？有人在吗？我拍影片而已哦，如果有打扰的地方不好意思。感觉就这么会怕，臭灵呆。
我真正惊啊，臭味大。我不知道那山路一定是什么臭味大，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从楼上丢下来的，那个从楼上丢下来的。我看直播流鼻血了，我臭味大可见，臭味大真的假的？是上面的鼻子还是下面的鼻子？真的假的？哥姐，那你先不要看，因为这可能会煞到我，真的，不是会煞到，就是因为我刚听到我声音，你如果真的身体不舒服，先不要看啊，因为小鸡都拍到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了吗？有人在吗？打扰一下，我拍影片而已。老看我了吗？五子棋，阿北想跟我下棋是啊？阿北，我不会下，阿北，我不会下五子棋啊！我真的不会下棋，靠腰，五郎吗？曼陀珠，你别塞了，曼陀珠，这五子棋他曼陀珠会撒满地，曼陀珠我吃掉了，哥，这曼陀珠，哥，这操你带你们眼干啥？阿北想跟我下棋，曼陀珠，难道阿北想跟我下曼陀珠吗？五郎吗？要背啊！为什么是白色的？因为阿北是黑色，你是白色的。我操，真的假的啊？靠腰啊！别想跟我下棋啊！真的假的啊？别想跟我下棋吗？我不会呢，被你麒麟王噻。直接从楼上丢下来呢，好痒！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我拍影片而已。如果有打扰的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。我操一下那个味道，我看来的时候没闻到，我操一下那个味道直接扑鼻而来，靠腰啊，在楼上，在楼上，在楼上。那个味道来了，那个味道来了，这味道在路上。哥姐，五子棋呢？他想跟我下五子棋，哥姐。邓紫棋，等一下，可惜我觉得很紧张。阿北，不好意思，五郎妈，你觉得这个笑话好笑吗？有人在吗？我怕有人的，给我头晕哦，而且楼上那个味道。是他们的厕所。我怕进去没搜寻出来。哦，那个味道很重耶。哦，干。
萧煌奇。不要开玩笑，客气，不要开玩笑。客气，我们上去。哎呦，怎么会到嘞？有人吗？蓝豹。真的了，我真的紧张啊！看那个，有人从那边丢这个，你看山路满地耶，你看全部都是邓紫棋，不是，全部都消防，不是那个吴子棋啊！哎呦，这个摇椅会不会自己摇起来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，有人在吗？哦，看这个味道。哦，可惜我刚上来，在这边楼梯口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重，我上来的时候就超臭的呢。哦，干，好恶心哦。真的很重。摇摇摇到外婆家。好了，不要摇了，看我摇了，等一下了。我看臭臭的。吴老板，哇靠，它上面的房间就有点比较像现代了。哎呀，你们就像现代了，感到好晕哦，这边好闷哦，这边超闷的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，这边超闷的呢，而且它原本的窗户全部都是用报纸封起来，为什么？而且可惜，我跟你讲，它的棉被、它的床垫是报纸的，我操！有什么 fashion 的人？床垫给我用报纸说，我操嘞！哦，是他们的房间啊！看，好臭！我闻到是不是这个味道啊？你要是叫他晒，你硬在叫他晒逼。吴扣林吗？感觉有点紧张，一个有点紧张。这该是男生住的地方，都是男生住的地方。是谁？依林？不对啊。阿北住的房间，是阿北的衣服吧？阿北，你挑蔡依林哦！我操，阿北叫下巴，阿北挑蔡依林叫下巴，阿北写交换日记是啊，孟之琳吧？我操，而且阿北写交换日记，我看一下阿北你是不是？我看一下你在写什么，阿北，我看一下，操你的阿北弄我下，你塞了，对吧？对对，给什么道理？哎，这个不是情话多说一点那个吗？让我多看一点，让心多一点点，让我们全都看见你爱呀！口交了，可惜超味道。你看到这个照片怎么那么对不对？情不自禁啊！可惜眼睛别乱盯啊！这张什么？这张刚出浴室，笑得很开心是不是？对对，不要开玩笑。这应该是这你们睡的地方吧？等一下，我操！哦，里面越臭哎、欸！
了吗？这边超闷的。我靠！这边真的很闷。我超回到他还有三楼，那傻巴里他只有三楼。无聊吗？到底是哪一间啊，哥姐？这味道，而且它的门都铁门的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无聊吗？拍谁哦？我操！蚊子！我操！林呆嘞！我操！林呆！我操！哎，我看到那白色的布在飘啊！我靠腰啊！这不是监视器啊！那白色的布在飘啊，靠腰嘞！哥姐，我看到他腰超伟大，飘起来飘到床上，有看到吗？超伟大！我靠，我抓起来，吓得超了百米速度冲出来，干嘛？人家以为我参加奥运呢，你们塞了。白布盖在电风扇上面吗？没有啦，哥姐，那白布真的飘在床上，怎么可能？你电风扇会放在床上吗？哥姐被晒的哦，怎么可能是？哥姐，你家电风扇坑里的名称顶完吗？你被晒的，那三八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，你家的电风扇会放在床上？那三八嘞，哥姐有这么热是啊？有人吗？可以凑一下。如果那个白布哈、哦、真的是挂在电风扇上面，我告诉你，来，不可能，那个绝对不可能。我跟你讲，如果那个白布哈、哦、真的挂在，拍谁？有人不？有人在吗？如果那个白布真的挂在天山上面，我告诉你，有人吗？因为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还记得小鸡之前有拍过白布直接飞起来掉下来吗？有看过的哥姐说还行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看到那个很敏感啊，他是飘在半空中啊，他怎么可是挂在这个那个电风扇上面？怎么？哎呦，超伟大了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挂在电扇上面？怎么不可能？怎么不？快别塞了，我被踹几下啦！靠腰啊！我的天啊，姐姐超灵呆，怎么不可能？哥姐怎么？哥姐我就跟你们说，不要大惊小怪嘛，对不对？自己吓自己，对不对？还飘在半空中嘞，你以为丢钱子？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拍谁？你俩头你啊啦！哥姐不好意思，他可能喝醉，
差几点？我想说怎么可能呢、欸？吓死我！对对，对不起，你要跟啊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他挂什么？这是他挂，这是这个衣服啦。哎，这件衣服有点大件呢、欸，我操！这不觉得这衣服有点大件吗？吓死我！好险没给你们赌。回来吗？哎，真的没有那个吗？哦，干好臭，臭味的。有有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哦，干好臭，我操！哦，而且这个味道仿佛闻到艾伯的脚味，少林带，还留个是什么东西给我喝？嗯，固定风味牛肉，我操！啊，这留着什么？哥姐，你不觉得打开来跟你们有一个地方很像吗？哥姐，你不觉得打开来跟你们有地方很像吗？你们不知道对不对？假如说这是你们的人，这是你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这边打开的感觉就是跟你们其中部位很像。没事，我开玩笑，而且拆完稍微大家开玩笑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那看那个是谁丢的，对不对？看那是谁丢的？超级的！我操！我要在这边给我唱卡拉 OK 呀、啊！我靠！对不对？唱卡拉 OK 啊！哇，这个好像很高档哎，对不对？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他以前这边废弃二十几年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存在这个东西？怎么可能搞活动？搞 calling？ 对不对？哎，是干什么声音啊？臭林丹！我操，林呆的！哎、欸，有人吗？啊！我操！啊！哎，我操！我脑力啊！干，哥就不要拍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踏入你们的领地啊！我不应该打扰你们哈！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丢这个棋子是给我警告，我不拍了！我臭味道，我不要，哥姐，我不要拍了！他妈的，那个电视亮起来，妈逼，电亮起来，靠背啊！哥姐，我不拍了！给我第一次遇到电视亮起来，靠腰嘞！原来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臭味道，哥姐，我不要拍了，我不能拍外观给你们看，臭味道，对，我惊魂未定。靠腰，你灯是啥小啊？而且超伟大，那电视打开，那个声音从电视传出来，你有听到他要？超伟大，给我先把这电视整个亮起来！哎，这有电哦，这怎么有电？哎呦，那个灯一直亮亮。
哥姐，你们刚刚有看到电视打开，然后声音从电视传出来，哥姐有听到，有听到哥姐打油。我没有开玩笑，超伟大，这不能开玩笑。看这个房子超伟大那个声音，这个房子超伟大不？我跟你讲，里面一定有鬼。这怎么可能有电啊？我们刚有开过灯没电，对不对？你看灯又关了，超伟大。看我起鸡皮疙瘩，我超伟大的。可姐要不要回去看啊？哦，反正我电视要电视自己亮哎，没电电视会亮，这太扯了吧。妈的，快吐了！等一下，很恐怖啊！妈的，很恐怖啊！超伟大，真的很恐怖啊！哥姐，不要回去拍啊！哦，没有电，它电视会亮，太扯了啦！哥姐，决定要回去拍吗？决定要回去拍的哥姐打，决定要回去拍的哥姐刷一下。哥姐，小七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拍过电视亮起来。超回答，那电视直接亮起来。我们回去看超回答到底有没有电。我们总是要查明真相嘛。超回答，可是我起鸡皮疙瘩，好恐怖哦！我真的被吓到，尤其被那个声音，那个笑声很恐怖哎，电视机传来的呢，电视机传来的呢。超回答，那从电视机传来，怎么可能会被人说电视我带的？你被塞了了，电视我带的。真的很恐怖，等于一直一忽明忽暗。好了，哥姐，我前进哦。想看楼上的哥姐打响，前进。想看他打响。如果我不回去拍的话，对对，哥姐，这就不是你们认识的小鸡了，对对。还是要回去拍一下，查明真相。虽然会怕，但是，而且我刚才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很离奇的事实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刚刚那电视突然打开，那声音突然笑，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哭还是笑，还是力气在烤啊，没戏啊！我就讲，我看我突然就闻到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直接迎鼻而来呢。所以老师有跟我讲过，哥姐，我跟你讲真的，老师有跟我讲过，很臭的味道，可能是好兄弟的味道。那越臭的味道，那个好兄弟越凶。那神明的味道，神明的味道是花香跟檀香，济公师傅的味道是酒香。哥姐有听过这个？有听过这个说法的哥姐，有听过的哥姐刷爱心。我没有开玩笑，这是老师跟我讲的。像那个四面佛的味道，就是百合花的味道。好，那有些神明的味道，好，就是像好像关圣帝君味道，好像啊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没有办法肯定，因为有听过。我想问葛姐，有听过的人确定是不是关圣帝君的味道？因为我信关圣帝君啊，我台湾的神明信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味道是檀香的味道，然后济公师傅的是酒香的味道。我不确定，但是我听过这个说法。葛姐确定就有这个说法的，葛姐刷一星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好兄弟味道是尸臭味跟垃圾的味道跟发霉的味道。爱谁哦？那爱婆香港脚的味道什么味道？哦，那个是臭莲的香港酒鬼的味道，不是我说。五郎吗？而且可惜他们家都没有冰箱哎，哦，他们冰箱在二楼。五郎吗？其实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他电视亮起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跑，你知道，我其实被吓到，你知道，我想跑，
但是我还是秉持着一镜到底的那种感觉，这个是真的会怕。那我跟你讲，那个声音从电视传出来，我整个破防了，你知道，我不跑不行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完全被彻底吓到，你知道。五郎吗？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啊，可惜收回了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。对不起对不起。看我那些。有些问题奇怪怪的，五郎吗？有人在吗？看问题奇怪怪的，他在暗示我不要上去。问题奇暗示我不要，懂稳电器这个梗的哥姐，应该是超过跟小七一年以上的哥姐才懂。稳定器有异常，代表要乖乖的。而且我刚才听到楼上有拖脚步的声音，那种拖，就是脚步拖地吱吱的声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，还是可惜你们助听器没带。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。不好意思哦，五郎吗？是那台玩具车吧？真的假的啊？靠腰啊！哦，这个正哥说的，好像是玩具，好像是玩具车在拉动的声音呢，超会搭。对啦。五郎吗？靠背，玩具车，玩具车，玩具车啦！因为我超会打，我刷子的，可以被吓死。我为玩具车跑到这边来，不好意思哦。超会打。有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刚才在移动吗？哦，这里面好闷哦。有人在吗？拍谁哦？
意思哦，摸摸看哦。我不好意思，阿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，就这样子，我不是那个，我不是故意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哎呦，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他原本就这样，我知，我说不知呀，我今天不是跳过伊被破坏的啦，伊的物件就乱乱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臭味道。哎，好像是这个声音呢。这个声音呢、啊？这个声音呢、啊？这味道怎么破音呢、啊？这个声音呢、啊？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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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姐，我问你们了，因为我要看，我要听，我要看回放。那这个不一定会流播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声音是这个声音的，哥姐，觉得是的，哥姐刷一星；觉得不是的，刷赞，没关系。以客观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觉得不像的话，可以刷赞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太紧张了，我觉得像啊。他还有楼上哎，哥姐，我们去楼上看好不好？那边我觉得，哦，臭味道有点恐怖啊！我们去楼上看呢。五郎吗？我操！搞笑嘞！五郎吗？拍谁哦？不好意思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哥姐，我会不小心拍到，你们应该知道我不小心拍到什么啊？你不敢看的，哥姐，手机先放在桌上，先不要看，好不好？哥姐，先不敢看，先不要看了，好不好？哥姐不敢看，先不要看，好不好？拍谁啊？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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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好意思。好靠呀，哥姐，你这个角度看，很像蜡烛，冷前像蜡烛在闪着嘞。哥，我看有吓到，我以为蜡烛亮起来，是错起的。不好意思哈、哦，好拍谁拍谁，我今天路过贵宝地。打扰你们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拍影片而已，好，真的很抱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拍谁，拍谁，拍谁？这个都没人了，好，我们去看电视，拍谁哦，拍谁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五郎吗？我房间内的是这一台子。按一下，按一下螃蟹，按一下螃蟹的碗就会发出声音。
不会发出声音吗？可是臭味道摆满了怎么按？不要开玩笑，我不能按啊，摆满了。可是我要去拍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又是我臭味道了，它又关掉了啦。怎么可能？跟我好多的事情，不可能啊！没电呢、欸，没电了、啊，这没电了、啊。可惜臭铃铛呀，没电啊，没电啊，插头嘞！拍谁啊？我拍影片而已。这里。这个是那个影像的插头，这应该是那个。什么插头？拍清楚点，拍清楚点，你别看他，看，别看他，这一条，在那边。这是音源线的，影像的，这个是电的，电的插头在这边。手铃铛没插嘞，我干嘞！它怎么亮的？草灰刀怎么亮的？它后面只有两个插头啊，两条线啊！手铃铛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拍谁啊？插这边，再接到这边。等一下，我稳定器，来，接到这边。操，灵呆的，我拍仔细一点，这一条给哥接，一镜到底。我来为你介绍这台不用电就会发电自动发电的电视机，这一台现在买一有做活动，买一折5000，一台16万。那这个呢，你不用插任何电，它就自然亮起来，来亮。底部也要拍。
可是抽一下就当耶，你被塞了很重啊。不好意思，让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面也要拍。可以啦，哥姐，我360度全部360环景了啦。哥姐也找不到，做空拍要不要？没插电为什么会亮？隔间还是我看错，还是我们鬼遮眼？其实它没有亮过，是这边的，是这边的那个想让我们看到它亮，其实它没亮过，是不是我鬼遮眼？搞不好下坡回步的时候它就没亮了，会不会？那声音为什么可以从里面传出来？可以亮亮亮亮吗？有点热嘞。哥姐，我问你们，我讲一句真的，你们刚刚有跟小琪一起看到电视亮，而且有听到里面有传出笑声的哥姐，有听到有看到的哥姐，有听到看到的哥姐，帮我刷爱心，有听到的，证明说不是只有我看到，你们有看到，我跟你们发誓，我该真的看到它真的亮起来，而且这里没有电，断电了，我刚才开这边的开关，没有电，然后重点是那插头是拔掉的，它怎么亮的？里面装电池，里面塞了，怎么可能是装电池装电池？天花板贴砖块什么意思？ banana 我算怎样？你们塞了，我哪知道天花板做贴？隔壁抽一张那 banana 说天花板贴砖块什么意思？哇塞！大姐，天花板贴砖块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有人这样的态度，这样你什么卡？好了，隔壁我走了。
不好意思，今天如果有打扰地方，这边郑州人跟你们说声抱歉。哦，刚刚我去碰这个电视，我左翻右翻，上看下看，原来电视没有，它真的会亮。对不起哦，我刚才把电视都360度拍过了，哦，动到你最爱的电视，不好意思，哦，拍谁，不好意思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好了，哥去，我走了，这里超闷的。这边一只吧，这边一只啊，有两只啊，哥姐，看有一个就是刷子，对，从来没有声音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他好像在赶我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没声音的，我觉得我们做人点到为止就好，就不要再继续拍了。有看有个哥姐说，可不可以请小七爬到电视里面去？你别塞了，跟当我甄子丹啦，看我要当我甄子丹。开玩笑，哥姐这种事不要开玩笑，好不好？哥姐，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哥姐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。晚安，小鸡的官方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来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